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挑战游戏。So， 我是巴卡。我们来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玩这个了。对，那么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个 puzzle 了。其实它就是要，其实它是很难要去拼这个拼图的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会挑战在三分钟以内拼完的。假如在三分钟以内没有拼完的，那么这是有惩罚的啦。那么惩罚是什么呢？惩罚就是做20下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玩我们的游戏吧。那么就挑战失败了。好，我们先来进入惩罚时间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喜欢还有分享出去了。千万不要去订阅我，还有打开小铃铛啊。那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